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受记品第六。尔时世尊说是偈已，告诸大众唱如是言：我此弟子摩诃迦舍，于未来世当得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往宣诸佛无量大法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名曰光明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、国民光德、结明大庄严、佛寿12小节、正法注释20小节、相法译注20小节、国界严饰、无诸秽恶、瓦砾、荆棘、遍砾不净、歧途平正、无有高下、坑坎、堆覆、琉璃为地、宝树行列、黄金为绳以戒道策、散珠宝花周遍清净、齐国菩萨无量千亿、诸声闻众亦复无数、无有魔事、虽有魔及魔名，皆护佛法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告诸比丘，我以佛眼见世迦舍，于未来世过无数劫，当得作佛，而于来世供养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智慧进修梵行，供养最上二足尊义，修习一切无上智慧，于最后生得成为佛，其土清净，琉璃为地，多诸宝树，行列道策，精神戒道，见者欢喜，常出好香，散众名花，种种奇妙以为庄严，其地平正，无有丘坑，诸菩萨众不可称计，其心调柔，待大神通，奉持诸佛大乘经典，诸声闻众无漏后身，法王之子亦不可计，乃以天眼不能数之，其佛当受12小节，正法注释20小节，相法译注20小节，光明世尊其事如是。尔时大目犍连、须菩提、摩诃迦旃延等皆悉耸立，一心合掌瞻仰尊严，目不暂舍，即共同身而说偈言：大雄猛世尊，诸世之法王，哀悯我等故而赐佛音声，若知我身心见为受记者，如以甘露洒，除热得清凉，如从基国来，呼吁大王善，心犹怀疑惧，未敢即便识，若复得王教，然后乃敢识，我等亦如是，每为小乘过，不知当云何得佛无上慧，虽闻佛音声，言我等作佛，心尚怀忧惧，如未敢辨识，若蒙佛受记，尔乃快安乐。大雄猛世尊，常欲安世间，愿赐我等记，如积须教时。尔时世尊知诸大弟子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，师须菩提于当来世奉敬300万亿那由他佛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常修梵行，具菩萨道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号曰明相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、结明有宝、国民宝生、其土平正、玻璃为地、宝树庄严、无诸丘坑、沙砾、荆棘、遍砾之慧、宝花覆地周遍清净、其土人民皆触宝台、真妙楼阁、声闻弟子无量无边、算术譬喻所不能知、诸菩萨众无数千万亿那由他、
佛授十二小节，正法注释二十小节，相法译注二十小节，其佛常处虚空为众说法，度脱无量菩萨及声闻众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诸比丘众，今告汝等，皆当一心听我所说。我大弟子须菩提者，当得作佛，号曰明相，当供无数万亿诸佛，随佛所行，见具大道，最后深得三十二相，端正殊妙，犹如宝山，其佛国土严禁第一，众生见者无不爱乐，佛于其中度无量众，其佛法中多诸菩萨，皆悉立根转不退轮，彼国常以菩萨庄严，诸声闻众不可称数，皆得三明，具六神通，住八解脱，有大威德，其佛说法现于无量，神通变化不可思议，诸天人民数如恒沙，皆共合掌听受佛语，其佛当受十二小节，正法注释二十小节，相法译注二十小节。尔时世尊复告诸比丘众：我今谕汝，是大家斋言于当来世以诸共聚供养奉事八千亿佛，恭敬尊重，诸佛灭后各其塔庙高千由旬，纵广正等五百由旬，皆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，种花璎珞涂香墨香烧香增盖窗幡供养塔庙，过世以后当复供养二万亿佛，亦复如是。供养是诸佛以具菩萨道，当得作佛，号曰阎浮那提金光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其土平正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黄金为绳，以戒道策，妙花覆地，周遍清净，见者欢喜，无四恶道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道，多有天人、诸声闻众及诸菩萨无量万亿，庄严其国。佛授十二小节，正法注释二十小节，相法译注二十小节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诸比丘众，皆一心听，如我所说，真实无异。是迦瞻言，当以种种妙好供具供养诸佛。诸佛灭后，起七宝塔，亦以花香供养舍利。其最后身得佛智慧，成等正觉，国土清净，度脱无量万亿众生，皆为十方之所供养，佛之光明无能胜者，其佛号曰阎浮金光。菩萨声闻断一切有，无量无数庄严其国。尔时世尊复告大众：我今谕汝，是大目犍连当以种种供具供养八千诸佛，恭敬尊重，诸佛灭后各其塔庙高千由旬，纵广正等五百由旬，皆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，种花璎珞涂香墨香烧香增盖窗幡以用供养，过世以后当复供养二百万亿诸佛，亦复如是，当得成佛，号曰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结民喜满，国民亦乐，其土平正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散珍珠花周遍清净，见者欢喜，多诸天
人、菩萨、声闻其数无量，佛寿24小劫，正法住世40小劫，向法义住40小劫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我此弟子大目犍连，舍世身已得见8200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道故供养恭敬，于诸佛所常修梵行，于无量劫奉持佛法，诸佛灭后起积宝塔，常表金刹，花香伎乐而以供养，诸佛塔庙渐渐具足，菩萨道已，于异乐国而得作佛，号多摩罗旃檀之乡，其佛寿命24劫，常为天人演说佛道，声闻无量，如恒河沙，3明6通，有大威德，菩萨无数，智故精进，与佛智慧皆不退转。佛灭度后，正法当住，40小劫，向法一耳。我诸弟子威德具足，其数500，皆当受记，于未来世贤德成佛。我及汝等宿世因缘，五经当说，汝等善听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